好，直播的画面中呢，救护员处理到一位呢心肌梗塞的民众，当时呢在救护车上呢马上执行了心电图的检查，并且透过平板呢马上将这样的检测图呢传给医疗指导医师做线上判读哦，马上呢就在这个救护车上完成了紧急投药，救了这一位民众哦。而这名救护员呢就是彰化县消防局西湖分队的杨志源，他被称作呢最强的救护员，因为呢用这样的方式呢在一个月内呢是救了三名心肌梗塞的病患，甚至呢在他的个人记录里面，2019年到现在，他已经救回了170条人命，还有呢这个病患家属了，为了谢谢他，特地呢到消防局来献花。你本身也是护理员？对对对，我本身是在彰化医院服务，知道说这样的病患其实很多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抢救回来，我们就非常谢谢教官这样子当下帮我们做最正确的判断跟处理。因为我们必须经过医生的医嘱，我们才能给药的处置，所以医生看到图片之后，对不对？他就会上面回复说，我是某某医生，然后我可以建议，我同意你做这个给药的处置。这一套 SOP 让指导医师呢，还有6家心导管医院呢，是24小时都可以在线上待命。等于呢，这个救护员呢，在接到这些病患的时候，可以马上呢，将心电图呢传给医生们，直接判读，并且呢下指令要不要给予口服药物。面对呢致死率非常高的急性心肌梗塞，有这种立即性的判断呢，对他们来讲都是最好的救命关键。以上主播，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